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首先呢，想要先跟大家说声新年快乐。去年年底的时候呢，我有跟大家分享了我今年冬天买的几件毛衣的穿搭分享影片。那今年的这一支第一支影片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我今年冬天买的四件大衣的穿搭分享，就是大家看到的后面这四件。那这四件呢，我都在年底的时候去上海的时候带去穿，因为台湾呢，其实冬天没有那么冷，尤其是中南部可能几乎没什么机会穿。台北因为比较湿冷的关系，所以稍微有一些机会可以穿到。那我这四件呢大衣的穿搭，我都是在去上海的时候就是都把它带去把它拍完了。那影片里面呢，因为我没有拍太多细节的部分，所以我想要在这边跟大家稍微聊一下这几件大衣的细节还有穿搭的一些心得。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件大衣呢，就是我今年购入的第一件羊毛大衣。这件呢，我大概是去年十月的时候就买了。这件呢是韩国的设计师品牌 Among， 大家看到吗？这个牌子，我那时候去韩国的时候就把这件带去，所以大家在那个旅游的影片当中应该会看到这一件大衣。虽然韩国在十月的时候还没有到非常冷，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里面你不要穿太厚的话，傍晚穿这种长大衣是OK， 不会太热。然后这一件毛衣呢，它的领子是这种大翻领，我觉得韩国品牌做这种大翻领有时候会有一些日系的感觉，不会觉得太过于简约或是太中性。然后它肩线的部分呢，是近期比较流行的这种落肩式的剪裁。然后它的扣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做有点像隐藏扣的，就是你扣起来之后呢看不到扣子的，这个是在下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它的小特色吧。口袋的部分呢，我觉得它口袋的部分做得很贴，因为韩国比较冷嘛，有时候冬天你去玩可能会戴手套啊、暖暖包什么。这个你看，这个口袋超级大，比我的手还大，而且还有做上盖，就是你放了一些可能小钱包啊、手机，我觉得还蛮安全的。接下来呢，我觉得它的这个袖子，它袖子呢不是我自己反折的，它的袖子是本来就做反折的。
如果你里面是穿那种像这样子的厚毛衣，袖子的部分呢，因为它很宽，所以你就不会就是袖子地方挤挤的，穿起来很不舒服。我觉得这也是这件蛮可爱而且还蛮贴心的一个设计。而且它的材质呢是羊毛，我看一下，我记得有 90% 吧，对啊，它有 90% 的羊毛，所以其实有还蛮浓的羊毛的那种味道。这件它的剪裁算是直筒，我觉得没有腰身，但是我没有很喜欢很合身或者是腰线太明显的大衣，因为穿在里面可能会很挤。这件大衣的后面它是这样，它有一条这个，它是我买的这几件大衣里面我觉得比较可爱一点，然后没有那么中性的一个版型。这个颜色比较特殊，大家可能会觉得不是很好搭，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在里面搭像我今天穿的这件这种灰色的毛衣，或者是白色，就会感觉很浪漫，或者是黑色，就是这种比较没有那么鲜艳的毛衣搭配在里面就 OK 了。大家应该有很多这种基本色的毛衣，或者是今年秋冬很流行的杏色，我觉得也都 OK。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第二件这个黑色的基本款的大衣。刚那件大衣呢，大家有看到它有很大的口袋，然后就是领子是大翻领，不过它没有那个一般有些大衣会附一条绑带，像腰带一样的设计。刚那个蓝色的大衣没有，而这一件黑色的它就有附一条那个绑带。这一件呢，我觉得它是比较基本型的版型，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领子的部分，它没有像刚那样的大翻领，就是比较我觉得算是中性吧，比较中性的这种小领子。它的剪裁我觉得应该算是也算是直筒，然后落肩的设计，扣子的部分跟刚刚一样，扣起来之后都是这种隐形的，看不太出来。男生穿基本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它很就是很基本的剪裁。口袋呢，它是坐在侧边，因为我平常穿大衣不太会扣起来，所以这种坐在侧边的口袋，就是我要插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手背有点太后面。像刚刚那一件蓝色，它口袋就直接坐在就是比较靠前面的地方，我觉得你要拿手机啊钱包都比较方便，这种侧面的可能稍微就不是那么方便了。不过它口袋也算是蛮深蛮大的，我觉得还蛮 OK 的。材质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蛮厚的，而且也都有内里，所以重量有稍微有一点点重，跟一般的大家看到的手工大衣只有一片没有那么厚，这种就是等于是双层然后再加内里，所以稍微比较厚一点。这一件呢它的羊毛趴数是 90% 的羊毛，品牌呢是我也还蛮喜欢的一个韩国设计师品牌 Windowcomer。我很喜欢这个设计师的那个他的作品，大家这样子看起来都像很简单很基本的样子，但是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小细节，还有一些还蛮特殊的设计，而且他的用料也都一直都蛮好的。不过这牌子呢也比较贵一点。接下来这一件呢是我等了好几年终于看到了我喜欢的版型的一件羔羊毛外套，是一个韩国设计师品牌，不过它是一个比较街头的风格的一个品牌。品牌的讯息呢我都会放在资讯栏的下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他们官网稍微逛一下，看一下这个牌子是什么样的风格。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继续看这个衣服。因为他们家是属于走比较街头风格的设计，所以会有一些比较帅气啊还有有型的一些单品。大家看到我秋冬买的一些厚毛衣啊还有就是大雪T也都是来自那个牌子的。其实这个品牌呢以他们帅气的风格以往呢都有出羔羊毛外套，但是我觉得太过帅气，太多金属的元件在上面，对我来说搭配可能不是那么容易。那这一件呢今年算是我觉得比较简单，除了拉链之外呢没有其他多余的金属元素在上面，可能比较适合女生。大家看到前面的影片呢会看到我除了这样子直接穿之外呢，反过来之后它就是今年很流行的小熊毛毛外套。正面穿呢你可以是很帅气的骑士风格，而且这个皮革呢是真皮，觉得这件应该算是我四件大衣里面最保暖的一件。我160公分，穿起来大概到我的臀部，有时候可能到风大的地方就下半身可能会觉得有点冷，要不然上半身是非常保暖的。它除了两面可以穿呢，它正面皮革的地方它有做口袋，也是超大这么大的口袋，
反过来穿之后呢，里面一样有口袋，然后它的袖子可以这样翻起来，超可爱的。这一件还蛮厚蛮硬挺的，这个皮革部分呢稍微比较有挺度，里面穿像这样子的厚毛衣不会挤挤的，但是你会觉得整个人好像有点蓬蓬的。如果你要搭配的话，建议大家下半身穿比较合身一点，可能 skinny 啊，搭配过膝靴，上半身蓬蓬的，然后 下半身露出比较纤细的部分，就不会觉得整个人非常的臃肿。这件大衣就先介绍到这边。前面几件大衣呢都是比较素面的，基本款的黑色大衣呢，大家就可以在里面穿各式各样鲜艳的毛衣都没有问题，都可以非常的亮眼。接下来这一件呢是我所有的大衣里面唯一的格纹，品牌呢跟刚刚这一件蓝色，这一件蓝色的大衣呢是同一个牌子，这个牌子。我认识这个牌子的时候，它的风格我觉得稍微有一些甜美，可能不是非常适合我现在的年纪，还有我自己喜欢的风格。今年开始感觉他们家的风格都稍微适合 OL， 我觉得有些衣服还蛮是我的菜。这一件呢一样是羊毛，有 90% 的成分，布料一样很厚，是双面的布，缝在一起之后呢一样有内里。这一件是比较浅的燕麦色搭配黑色的大格纹，跟刚刚蓝色的比起来它是小翻领。对，刚刚这个它的领子呢比较大片，格纹的这个比较小，扣子有点像双排扣。口袋部分呢跟蓝色的一样，都坐在前面，然后有上盖，我很喜欢他们这种有上盖的口袋设计。然后容量有稍微比刚刚那个小，但是也是蛮大的。这个呢一样也是有附一条腰带可以绑，蓝色的那个没有，这个就有附一个腰带。大剪裁其实也算是直筒的，然后肩线也是落肩的。这件呢因为是格纹关系，所以我建议大家在里面搭配衣服的时候呢能搭配素面的。那颜色方面呢可以选择深浅不同的这种杏色搭配在里面，或者是像这边这个有黑色，那大家也可以搭配黑色的套头高领啊，上面有个白色的线条，那大家也可以搭配白色的上衣在里面，这样呢在视觉上看起来就不会那么混乱，而且还能衬托这件大衣的格纹设计。以上呢就是今年冬天我购入的四件大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样有影片放送跟坐下来聊天解说的这种穿搭影片的方式。如果有任何意见还有想法的话，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Thank you.